下面针对证据卷6到10号，公诉人对此证据有无异议？无异议。辩护人呢？有异议。我们不认可该鉴定的微废认证。有异议。我们不认可该鉴定机构的资质。下面开始鉴定证据卷11，公诉方对此证据有无异议？无异议。辩护方呢？有异议。我们认为该报告不能证明金蒙水务对偷拍行为的知情。有异议。该证据不能证明胡兆宇对此知情。证据卷13，无异议。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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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异议。证据卷25，无异议。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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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异议。证据卷37，有异议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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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认罪。